主料：绿壳乌鸡蛋三个。辅料：水、冰糖。准备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制作时间：10分钟内。准备乌鸡蛋，备好适量的冰糖、适量的凉开水、溶糖。将鸡蛋敲入大碗中，鸡蛋打散，将蛋液倒入碟子，用中慢火蒸6分钟或蒸至凝结。烹饪技巧：炖蛋时间和火候要控制得好，早了中间不熟，迟了外面又会太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